没时间啦，为了蛋仔的梦想冲啊！俺大嘴的梦想啊，就这样没了。Hello， 小伙伴们，大家好，俺是大嘴，今天又是蛋仔时间，蛋仔挑战，先开始第一层吧。又撞到了，玩蛋仔最容易的就是被撞，真惨。嘿嘿，看俺翻滚。这个简简单单，下一个。这哪是蛋仔啊？明明是碰碰撞。翻滚吧，蛋仔们，为了小蛙。又掉下去了，俺就不信了。没时间了，哎呀，抓紧冲锋，大嘴的梦想啊！